你们，走，就是他这逼样，不该走啊！我操，真他妈是又臭又脏！哥们最近上火啊？别急，哎，你他妈洗洗。怎么样？这下不脏了吗？我操！你他妈疯了！哥把尿弄身上，我他妈新买的衣服送。小五顾全山幼年，天资聪颖，有神皇血脉，但遭人陷害下药。今日老天让我觉醒，就是要让我向你们一一讨回来。爹，过来。你叫我？我和龙火禅叫我。你叫我？哈哈哈！不是总裁，这栋楼里狗叫两声，都比你有分量。什么东西？天天让人左右侧躲，一个人打，给我装什么逼？上来，好狗不挡道！你以为我不敢打你？别人敢打，老子自己敢打！上来！哎呦，我可没有之前那么好的耐心，最好别惹我。操！你他妈逼死啊！你们俩会是什么？你也是个傻逼！他他妈是个疯子！啊！穿成这个逼样子去会是干嘛？你这种擦鞋还是擦地？你他妈快别丢人现眼！还会议室？哎，这傻子被他们打傻了，还是打开窍了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干死你！活着都是浪费空气。就是，还白占了一漂亮妞。哎，知道怎么睡的？要不你带回来，我哥俩跟你打个样。他说你下流。下流，我怎么能觉得顾总明白？哎，您跟人家光着屁股就敢往出走？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会议室你他妈装上有个什么？我让你把你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这啥不对劲儿啊！我他妈管你这事，怎么能弄死一次，老子就能弄死你第二次！我你是个什么？你觉得怎么办？不会呀、啊！顾总饶命啊！我猪狗不如，我油也不是奶茶，我不知道您才是真的失败官人，是他，都是他所有我的。顾总，你越听到胡说八道，我、啊、你他妈不是总裁，我怎么敢了？是他，都是他的兄弟。操你妈的！你再说一遍，丢哪里了？够了！我一出狗咬狗。顾总，是我昨天看人间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顾总，我知道错了。
哥哥，你的意思是我亲爸爸亲爷爷？你就放过我！啊，行了，我错了。啊，好，那就好，那就行。好，那就行。嗯，丽丽，那个傻子有什么好的？你就死活不肯交出入室公证？你说话呀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 一定是那个老爷子给了你的。没用，我操！别气，别气，气死人！我软硬都使，他更不说，说是答应了那个老东西，要不是他惹钱没了，我早把他送给帮里兄弟玩了。你放心，故事现在是我说了算，高层一半以上。 都换了咱们的人，这故事迟早是容易胜。我就喜欢你叫元帅会办事儿。嫂子，那，哎，这么说，现在故事都得增加人才进去。宋爷在公司欺男霸女，他把自己亲戚安排在管理层。 这公司早就民怨沸腾，要不然打死我俩也不敢吃你啊！这么说，都是你们家人的错。不是那几个工人。行了，夏夏，故事有我顾全山在，定能重振起来。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爷爷，等着吧，故事必将重振。 哎，前面那个，说你呢！你他妈还是臭宝剑不走楼梯走正门干啥？你知道他妈啥地方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找顾总。顾总，这他妈没有顾总，只有邹总。这里不是故事吗？啥他妈故事？这他妈没有故事，只有东西。找死是不是？哎，这里不是故事。 为什么只有邹总？他妈是真的没有邹总啊！谁他妈不知道？那顾氏的小邹总，那就是个傻子，只能找我们邹家接手这个名。那你又是谁？老子是邹远的表弟，识相的。好像是。不，那就别他妈怪老子对你不客气了。啊！拖出去！ 好饶命，好饶命！你就找顾总是吧？请你，我去向邹总请示。没想到你叫什么？你啊，顾全山啊！顾全山，哎，小贱人！ 小子，所以你叫什么？啊，顾全山？你难道真的不知道顾全山是京市有名的大傻子？顾全山他能有个一半道数，也不至于叫他们周家。傻子怎么了？坐拥千亿，换做我，我也愿意当个傻子。你别闭嘴！行，你既然有胆装顾全山，那你就应该知道。 咱们邹总最恨的就是小女委屈，来人，让他！你别过来啊！我表哥是邹远，现在我啊！现在就给你表哥做个告辞。 顾全山在顾县京城一事。啊！他妈！我不是说了我下午3点到公司吗？什么？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怎么了？周虎说有一个叫顾全山的在公司楼下等我。
大九哥，你来了。顾全山，这老头子也太厉害了，居然找这么小的地方，真当不是他。小子，你知道吗？谁进来了？喂，真有我没骗你，我说的冒牌货，我没见过。这傻子今天怪怪的，好强的威压，连我都动弹不得。哥，别动手，别动手。我倒是想动，我动不了啊。怎么了，大舅哥？难道要怕我打你吗？有你这么个废物妹婿，真是倒八辈子，他怕你呀。哥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去你妈去！不是顾先生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就是你的废物妹婿顾全山呀。你不是顾先生，是啥？我顾全山，你顾得什么？不傻的顾全山，你往后躲。以前的账我们慢慢算，顾全山醒了，再也不是你欺负的对象。你个老东西，这顾氏呀，马上就要姓邹了，识相的赶紧让开！你们不能这样呀，不能把顾氏往沟里带呀，违法的买卖不能做。我呸！马无夜草不肥，你个老东西，敢挡爷爷发财不？你看我弄不？哥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这叫来了。哥，放什么屁啊！哥，没看见顾总在这儿呢，还能轮得到我说话？您开什么玩笑？这他呀，给您提鞋都不配。不会呀，哥，你拿他跟您比，那不是放在您身上？够！你够！够！你告诉你老东西，今天我就让你们一个个的知道故事到底。哟，小子，你小子你想造反呀？又是想挨打了是吧？吵死了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都给我听好，以后谁对顾氏再有异心者，就会比那两个人惨千倍万倍。开会，顾氏这两年的财务报表我看了，说实话真是垃圾中的垃圾。顾氏这两年还没有倒闭，真是幸运。我不知道你们顾氏葫芦里卖的什么，先前说你是个傻子，这会儿有好多能挣的就卖了。你说别人是垃圾，那你是什么？垃圾中的垃圾，怕什么？您为顾氏操劳，他上来就说您做的东西是垃圾，他配吗？业务部的供销组，您好。业务能力优秀，年薪6000。您想开除我？我怎么会开除一个优秀的人？不仅不要开除，还要给你涨到100万，分公司干股。之前的顾全山已经死了，今后的顾全山会扛起顾氏的未来，也会扛起大家的未来。只要诚心为我顾氏的人，顾氏必不屈服，害害不起。好了，先礼后兵，咱们该算算账了。顾总，饶了我吧。邹总，你紧张什么？咱们是一家人。不，我不敢，我不是人，我怎么配跟您一家人呢？妹婿，顾总，
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一个愚蠢的人不会做生意，我以后啊绝不掺和公司的半点事，我就是您的狗，我给您看门，汪汪汪汪汪！邹远，好，既然你喜欢当狗，把脸弄干净，领到保安组楼下当保安组。我好歹是您的，不不不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 只要有口饭吃，我干什么都行。我现在就去。小主人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主人说过，小主人总有一天会清醒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顾氏有望，这些年委屈，不委屈。 不委屈，怎么不委屈？老顾总病了之后，公司被邹家人找鸡犬不宁，下岗等着多大压力还要命？住口！这些我都知道。这些年我虽然亲之未开，无敢闭，但我都看着。以后不会了，有我在，顾氏必将重振旗鼓，成为行业翘楚。小主人，顾总，您就这样说，我定为顾氏赴汤蹈火。 两位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眼下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两位帮忙，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。工作时间你发什么愣啊？不想干了？干你娘的！你敢打老子？你别活了是吧？ 你他妈胆挺大，敢这跟老子说话，是不是想挨打？我告诉你啊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以为你还是邹勇呀？装什么逼？当狗就要有当狗的样子。你去你大爷的！赶紧老子指手画脚了。邹总，几日不见，喝得这般甜蜜。 臭娘们，找死！上次这么跟我说话的人已经被我埋到西山了，你想试试？西山，红里社。没用的东西。床上功夫挺好，这点小事都干不了。 废物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办砸了就是办砸了，不用解释。红岭社苦心经营30年，终于走到今天，眼看大事将成，要是毁在你手，你也知道后果。是，我知道。哟，小脸都打红了，嫂子给你吹一吹。 这嫂子要打，你也知道，大哥让你在这里。嫂子，下一个该怎么办？下一个当然是我了，其他的我都安排妥当了。 陈山，你一晚上没回来，我等了你好久。我都听说了，你能清醒是好事儿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的婚事是爷爷安排的，当时你有点那个啥，不过现在已经好了。我这种小门小户的女孩，你要是说不愿意，我们就去东京。你过来。 就为了给我收拾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来给你送吃的的。你一晚上没回，我担心。这个。是的。哎，等等。
等等，那个，我去给你拿个勺子。放什么？我是夫妻吧？是。既然是夫妻，我也没打算跟你离婚。抱歉。李先生，你放开我，我不习惯。不习惯？那你习惯什么？习惯之前那个傻乎乎的我，还是不懂男女情趣的我？快乐。我去给你拿勺子。不用拿勺子，不用走路。哥，你是不愿意喂我，还是怕我？都喝，喝。我就叫下一个兄弟了。人在哪？我郭子林，快！对不起，真的是这样，让你受苦了。而您是对的，你让我守护雪山唯一的女人。干净了，只要你的心是干净的，就没有人能进来。顾总，顾总，小妹太重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滚开。没想到呀，顾全山竟然愿意给自己戴绿帽子。什么绿帽子？你把我小妹怎么了？我只是让你小妹尝试一下做女人的快乐。丽吗？啊，丽丽。哎呀，是丽丽啊！师叔婶子，你们咋来了？咦，我们咋不能来了？哎，听说你们兄妹两个在城里发财了，也不回来跟我们说一声，真是个白眼狼！你们爹妈死的时候，你还在我们家吃过几顿饭呢？听说你在城里找了个傻子老公，吓得非常之头变凤凰了。丽丽，这就是你那个傻子老公。是，你们俩有什么事？呀，你长本事了，敢跟我们这样说话。我们来啊，主要是听说你那个傻子老公家是开公司的，你看能不能给表哥谋个经理，当当。这我做不了主啊。哎，去去去去去，别骗老子了，你做不了主，叫周远来。你们俩要想进故事的话，可以投简历。哎呦，丽丽啊，你这个傻子老公会说话呀，我还以为是哑巴嘞。叔，他不傻。不傻？我听说那顾家那孙子从小就是个傻子。就是。不会上厕所，经常拉到裤子里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扯那么远了，快让给你们表哥都安排间故事啊，要不然你爹妈的坟头上以后就别想安生。你们，哎，丽丽啊，我们也是不得已才求你嘛，要不是你表哥犯了事找不着工作，我们也不会求你啊。你放屁，犯什么事儿？分明是那个女的骚勾引咱儿子，强奸他是想讹钱。胡说啥了你？丽丽，你表哥可是从小和你一起玩到大的，
这个忙你必须得帮啊！滚开！你个小贱人，反了！就是！长大了你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住手！郑小子，你敢打你老子？老子？你算他妈哪门子老子？老子这些年给了你多少钱？国法，这俩老小子也跟你一般见识，我一会收拾你。不用了。 毕竟有事，你家亲戚。啊，是是是，来，邓小子，你敢打老子，看我不弄死你！弄死我？打我？好，来，拿着，快，来，往这儿打。 往这儿来，你要敢打我，你那个废物儿子永远都别想出头。周小子，求求你了，帮帮你表哥，帮帮帮帮，帮帮帮帮，帮你吧。 但是你吧，办这事到底谁干的？我们俩虽然是在我傻的时候结的婚。 但我是认定你是我妻子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坦诚相待。喂，夏叔，好，我这就回公司，先回公司，我娘。 你牺牲一个妹妹算什么呀？你不也牺牲你自己了吗？要想地位稳，然而必须狠。VP进还现在已经进城，现在是我们工作人员。如果是上面，几十个亿的项目，随时面临停工的风险。 您谁说的？您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消气了？搞不好我都得去孙大佬。这个项目当时老爷子操持的时候，好好的，您他老人家现在一病就乱套了。我们小顾总现在已经出来拿事儿，您的问题我们已经反馈了，他来做。小顾总，你个傻子，你真有意思啊！ 让你个傻子坐上了顾氏的总裁位置，我们小顾总是大智若愚。哼，大智若愚啊！好，既然如此啊，那明天京师的企业家交流座谈峰会也不一定要邀请你们顾总了，我们好好参观。本来是想要邀请你们老爷子，但他老人家不是在医院吗？只能邀请你们顾总。到时候顺便让你们顾总给我解决一下问题，要不然。 我单方面回击，到时候可就不是赔几个亿的。虽然顾总现在确实清醒，但是我还是担心，毕竟他之前没接任何任务。我也是啊。 京城山这个项目，是把爷子奋斗了3年的结果，都压那个小子搅得一团糟。不知道顾总有没有能力解决？顾总，这个项目几十亿，
是目前京市最大的楼盘项目，资料有些多，你这一路上先粗略的了解一下。好了，我看完了。别人是需要很久，我只要一会儿就行。为了这次成功收购，咱们干一杯吧！来来来来，这位老板，企业家，想必大家都互相认识吧？今天啊，给大家再介绍一位新的企业家。没错，就是这位，顾氏集团的新总裁。这不是顾家那个傻子吗？是顾家那傻子吗？很好笑。顾氏说啊，顾全山已经清醒，并且拥有掌管股权。哦，还说了要帮咱们呀解决青城山项目的问题，大家鼓掌。这个网名太沉不住气了，想把我叫起来自己不是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们都在看着呢。王总，顾总，王总，顾总，怎么样，王总，酒好喝吗？大家不要紧张，我早有耳闻，收顾氏的小顾总心智不全，跟个七八岁孩童一样。孩子嘛，喜欢玩水很正常。小顾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泼别人水，这样没礼貌。你父母没教过你。礼貌是给有礼貌之人，你这样的人也配？什么情况？小顾总看着也不像傻子嘛。嗯，这王总无视良善之辈，小顾总过分了，过分了，我还有更多。我不知道是哪得罪顾总了，法治社会，你打我是犯法的。我第一次参加会议就碰到这样的事，就当是杀猪鸡给他们看。刚王总问我怎么得罪我，就是这王总怎么得罪你了？下这么重的手？这不是国威建筑的赵总，跟王总一起。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前几日王明到我顾氏找茬，说我顾氏在青城山项目中购买的三亿的材料是不好的，可那批价值三亿的材料在老爷子在的时候就准备好了，怎么可能是不好的？你放心，谁不知道你的故事？让见利忘义的小人那个邹元把持着吧，那小子苍蝇飞过去他都得考量。三个亿的东西，他能不心动？邹元。他是贪心，但他不懂得，他哪里比得上王老懂得偷天换日，无事摸鱼，特别是跟顾氏亲密合作的王老。老爷子出事以后，顾氏自己，所以王老板才有权，因为换掉材料，不仅可以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，还能把锅甩到顾氏。顾氏起初这个项目，说的对不对啊，王明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反着。谁不知道顾老爷子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？顾氏总裁又是个傻子，顾氏内部早就乱了套，
与其跟顾氏合作，倒不如把顾氏踢出去。好，我就欣赏王总这样的人，敢做敢当。但是你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着急了点。这事儿你要不着急找顾总，没准就成。陈王败寇，竟然被你发现了。药山药馆西厅金殿，山西进口。顾总今天可是出尽了风头，立住了威风。我顾全山也不是不识时务的人，之前帮助过顾家，我都会记住。对顾氏心怀不轨的，我也一定会找他们好好算账。诸位，都好自为之。这小顾总真的是在装死。是，他先是一招杀鸡儆猴，就是一招恩威并施。莫说你们，我都想跟他合作了。顾总，我服了。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有点傻，没想到你还真是大智若愚，还有容人之量。以后顾氏集团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只要一句话，我王某在所不辞。只要不再给我顾氏挖坑就好。顾总，您开玩笑呢吧？经过这一次，谁还敢给顾氏挖坑？这不是找死？是啊，顾总，以后跟顾氏合作，我们必然会格外上心。各位老板。我顾全山今天第一天上任，脾气不好，还望大家海涵。顾总，顾氏企业一直是我们市的龙头企业，相信在您的带领下，我们一定会更加辉煌。小顾总太厉害了，这下董事会那些老皮子估计没话说了。我就知道小顾总小时候聪明，就是小时候不说话。现在好了，都好了，顾氏有救了。想必主人也会很快康复的。听顾总说，老顾总是被陷害的，会不会就是这帮人？不能乱讲话，这是地主，不能在外面讨论。叔，婶子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谁给你们的钥匙？丽丽啊，这你就别管了，走，你送回家待几天。走开！你个小骚蹄子，治不了你了。你好好配合，我和你婶儿还能害了你不成？你老公以前是个傻子，你能想得住？现在人家变聪明了，那还要你个烂货？你的事情我都听说过了。我不听，不说人家也会知道的。人家一个大总裁能看上你？我看人家现在对你好，那是一时的，人家转过念头来，立马就能甩了你，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看。现在讹他一笔，平分。听见没？你们敢，我就去死。我玩横的，打死！打！在这打！呸！养闺女就是赔钱货，我们还是亲戚，你胳膊肘头外拐，打死你都不亏。老头子，快给那傻子女婿打电话，叫他拿钱来赎人啊！好。这是夫人，怎么回事？夫人被绑架了。丧尸！赵兄，联系网络安全部门，查查这个手机的来源。查。是安保部门，把邹远给我带过来。邹远，
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他亲妹妹啊！亲妹妹，利益面前，亲妈的事。你俩干啥呢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这家公司老板的大舅子。救命！救命！你干嘛？不是，哎呀！干嘛？我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啊？哎，没事，不，顾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就算把房子拆了，也要把带走夫人的人找出来。是。快走。是的，顾总，只找到这两个人，夫人还没有找到。给我撬开他们的嘴！是是。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顾总，顾总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事儿跟我真的没关系啊，顾总。关系为什么会有家里的钥匙？关系为什么会欺负到丽丽的头上？呀！顾全山，到底是谁？没机会知道了。找到夫人了。哎，顾总，顾总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妹妹，妹妹，我跟顾总说，饶了宝宝，饶了。把人带走。放过哥哥吧，放过哥哥吧。你想好了吗？他可是伤害过你的人。就放过他吧，就这一次，然后我再不见他。顾总，顾总。我妹妹都说让你放过我。行，丽丽都说了，可以。给我打，打到住院为止。就安排在夫人隔壁。顾总，您说的没错，老顾总的身体绝对是有人蓄意为之。您可能看不出来，这笔是用毒素做的，只要一输血，毒素就会渗透出来，日积月累，输血者的身体就会被损耗。您怎么知道？我不举止，而且看一眼就知道这是谁干的。查办了。算那小子聪明，把自己送进局子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他开在顾全山身上，我们的事儿迟早会落下。
发现了你怎么样？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红旅社做京师的医疗器。人挡杀人，猪挡杀。讨厌，动动脑子，能不花钱不动手解决的问题，才能彰显我的本事。瞧着吗？丽丽，顾总。如果你继续当个傻子，那一定是个幸福的傻子。如今你清醒了，还这么聪明，想必你很快就会发现，老顾总其实不是生病了，而是中毒了。今天啊，我也给我妹妹用了同样的。如果你想要解药，那就拿出顾氏 25% 的股份来换，当然，也不会让你白拿。红礼集团答应用 30% 的股份做交换。红旅社果然打了一手好算盘。顾总，怎么办？红旅社就是想捆绑我们顾氏。红旅社三十几年前起来的时候，一直想在京师洗白，顾总一直反对。没想到他们用交换股份的形式来捆绑顾氏，捆绑您，其心可诛。邹远仁，他被我弄死，我警察局胜，人也能逃掉。去，找几个人把他弄死。邹远，看来你还是低估了我顾氏的力量，还有我的手段。哈，顾总，既然你都知道，那我也就不用再装。任你是什么大人，也不要跟红旅社做。你要是神啊，他们就是魔鬼，你斗不过他。自古实力压众，斗不过，谁给他们压着？他们的手太心太硬，而你。把他衣服脱了，用鞭子抽。什么时候服软？什么时候抽一下？记得鞭子上的连环疗法。全生，你，全生。知道我哥哥罪孽深重，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，你饶了他一命吧，求求你了。他有了一次，还会有再一次，他还会再这样的。我爬往上爬的工具罢了，你甘心吗？不甘心，所以我拿了这个。这就是当年红旅社用在你身上的灵魂丹。当下我就被邹远带到了红旅社，虽然接触不到什么核心机密，但是这个我是可以拿到的。只要你饶他一命，我就给他喂下这个。再也不会威胁你了。你个小贱人，你也配当哥哥？你敢！
自取因果报应。我欠你的终于还清了。丽丽，宋子，你不懂，真是。哥跟你说，哥以后一定让你留在这大城市里头，吃好的，穿好的。你怕什么呀？那顾全山他就是个傻子，你还害怕他欺负你啊？他要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弄死他。走走走走走。苏丽，你终究是看不透的。这个人，算了。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提给我，希望各位用三天时间做通红礼。做通红礼？做通红礼？我相信不用我再重复了吧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经过时间筛选出来的我的心腹。红礼是京市有名的设备公司，早在30年前就有其喜爱上市。是老顾总一直说的，也正因如此，老顾总后夫很有影响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红礼设下的局。30万，我想用3天的时间，花最小的代价，做红礼。各位可以做到，可以做到。好的，来什么？现在买入，可以抛售，对，再买入。爹，我等不了了，再拿不到解药，就自己会以强行解毒。就算会耗掉一半的功力又如何？顾全山没有力量，也能活下去。我也整天在老子面前说错啊！现在怎么红礼社几十年的业绩全毁在你面前？红爷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顾全山不可能放弃爷爷的，这中间一定出了什么岔子。放弃？不，红爷，不可能！我们的灵魂丹是相惜无以言之，只有用历代报复的心才可以解开。他不需要解药。这中间一定有鬼，你等我去查清楚。不然用全家的性命来抵赎。滚！全山，我要教你千刀万剐。你是全山爷爷，你醒了，
清醒了。我不傻了，我不傻了。十年前，有一位女性找到你，30岁必定清醒。我那时候还不相信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刚刚醒来，看到你正好，我就是现在死了也心甘情愿的。对了，我给你找的那个媳妇儿可满意？这一家人呐、是爷爷我在附近找到的最好的人家。这件事儿，您以后再操心。您刚醒，好好休息。我让下人给您送点吃的。哎，害得我好惨啊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莫非又是他们？凡人解不开湘西大巫医的蛊，长得挺帅，可惜了，我不太喜欢丑。可惜这一身本事，你刚被你爷爷解开了蛊吧？这毒呀，只能有红鲤这玉带光骨的解毒，强行解毒是不引毒的。要不是你这么好，我也没有机会抓得到。嫂子，我刚撞见了人呢。真是个废物，人就在那儿，难道你撞偏了？我可是老司机了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个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鬼呀、鬼叫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我是顾雪山。啊！快点收拾东西去港城。怎么了，老大？滚！赶紧去上飞机准备，连夜飞港城。好，好。晚了，顾先生。你竟然敢一个人？红礼社之前本来只想断你财路，但现在我改主意了，要把你们一伙。顾先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知道你是谁，但是双拳不敌兄弟们，去把他给我围了。今晚是生。兄弟们，拼了！打死他，每人奖励100万。走，
红哥，红哥，你跑什么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东西。那你计划这一切的事儿，这把是，我呸！老子千算万算，现在说什么一真话，来吧，要杀要。让你求死不得，才是我顾全山行事的风格。成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终于有交代了。顾总，顾总，老夏呀，让你受委屈喽。不委屈，不委屈，能看着您安然无恙的站在这里，我心里太高兴了。对了，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，刚才我们已经成功的收购了红旅社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顾老吧，我全权做主了。全部抛出，一份不留。一份不留？我们为了收购红旅集团，可是花了比平常高几十个亿的价格。对，不仅一份不留，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抛出。红旅集团现在在我们手上，红旅社还是多少？我要让他们分崩离析，碎成粉末。顾总，去做吧，几十亿的代价，我不觉得。小山呀，杀伐果决，你比爷爷强太多了。只是这醒了这么半天了，怎么没见你那个媳妇儿？倒是还敢醒。全山，丽丽，你醒了。莫非邹丽丽也是还魂之人？这额心一点红。全山，我的脸怎么了？没事。挣扎了，你动不了的。我让你是还魂人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你只需要知道黄雀在后。别折腾了，你挣脱不了的。这是锁仙，天上的仙人尚能锁住，更何况你是一个凡人。到底从哪里来？到底是谁？你身体做什么？说清楚！那李星星是谁啊？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这世界上死而又复生的人成千上万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
你有重逢再来的机会，只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顾玄山，没想到吧？最终还是死在了你的手里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非仙非人，先是一个小小的匕首就把我杀了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究竟是谁？邹丽丽的人去哪儿了？这把刀应该能伤了你吧？